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我一齐读啊！我差你嚟为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OK， 好啦。嗱，呢个经文咧就，如果我哋话要睇神嘅性情咧，唔系咁明显睇到嘅。但系咧，当你去谂、去思想个经文嘅时候咧，如果我哋能够行咗出嚟咧。是因為有神嗰種佢嘅恩典，有佢嘅性情，有佢嘅作為，我哋先行咗出嚟嘅。嗱，首先我睇下呢個經文講乜嘢先嚇。佢話咧：我差你去係好似羊進入狼群，即係呢個世界人咧好似狼群咁樣嘅。因為人就成日都係諗住自己啦、自私啦，係會想得到佢自己得到嘅嘢啦。咁於是就好似進入狼群嘅，而真係今生嘅人咧就好似羊，因為成日都係祝福人嘅。人都是愛人啊、幫助人啊咁樣嘅，咁咧就因為嗰啲人係狼群啊，所以咧你哋要點樣咧？靈巧像蛇，純良像鴿子，兩樣嘢咧好似好對立嘅，但係咧就唔係對立，唔係 opposite， 因為靈巧嘅相反咧就唔係純良，靈巧相反咧係愚蠢啦、唔靈巧啦、啊蠢啦。而純良嘅相反咧，就唔係靈巧；純良嘅相反咧，係惡毒，裡面咧有唔好嘅嘢咁樣。咁但係呢兩樣嘢咧，好多時咧，人就唔會將佢放埋一齊嘅。即係話我哋好似蛇咁靈巧，就唔係蛇咁嗱，即係人會形容蛇嗰種啊，即係啊話佢危險啦啊，即係形容蛇通常嚟講就話佢。但係咧，佢係的而且好靈巧嘅，就好似蛇咁靈巧。靈巧嘅意思係乜嘢咧？即係話咧係靈活啦，同埋好巧妙地知道避東避西咁樣。即係話咧係啊，佢知道做咩動作嚟到咧保護佢自己，或者咧係攻擊。咁咧靈巧像蛇咁。嗱，而耶穌呢度講靈巧咧，就唔係好似蛇咁攻擊啊，因為我哋唔係要攻擊嘅。除了在屬靈的方面就我們攻擊就是將人從魔鬼手拿出來那種攻擊我們就會有但是呢就那種靈巧就是靈巧不讓人、即利用、或者破壞神的計劃、而同時呢怎樣去將人從魔鬼手裡面救出來然後呢就純良像鴿子即是說在這個過程中呢是純良的就不是惡毒的又不是奸詐不是用詭計而 是心裡是善良說完全不受影響的即就算那些人不好都好啦我們一樣夠善良不過很靈巧即知道他知道他哇咦他出詭計了那我們知道靈巧去避過他的詭計靈巧呢怎樣去我們都要保護自己即是說譬如怎樣他真的要陷害某些人我們都是保護自己的耶穌講到這個人打你一邊面你給另一邊面去打他的意思不是任他將我所有的東西破壞了我的家庭任你進來破壞我的家庭任你進來破壞就不是那個意思而是不介意別人的傷害不要放在心上寧願受苦都 OK 的就不是說一個意念聖經意念聖經都詩篇十六篇有講到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就是我所得到的你為我持守即是都是求神保守他所有的就不是說你任何人可以來到偷竊正都說到魔鬼偷竊的嘛他來偷那我們不是讓魔鬼偷嘛所以我們要靈巧不要讓他拿走我們的東西我們建立的又不要讓他拿走、但是呢他們所做的破壞我們又不去報復我們是繼續去祝福他而個心是一路善良的即是他怎樣對我們不好呢都是善良的心裡面順良的教旨這個經文呢大約的意思是這樣如果講應用是有很多方面應用但是我們首先講到在這裡怎樣看到神的性情呢看到神的作為呢大家我給大家想一想看一看大家想一想在這個經文你看聽了每一句說話你想想神要做到這件事他需要做些什麼為什麼我們要去發掘神的性情和他的作為呢因為你越發掘神的性情和作為你就越有信心你就越不怕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擔心不被人影響你就越能夠順良因為你如果沒有保
點樣睇到呢？其實有啲經文係直接經文睇唔到嘅，但係全本聖經睇到嘅，由全本聖經可以睇得到嘅。好，大家嗱，而家望一望，思想一下。如果有人睇到咧，有啲地方可以睇到神嘅恩典，你可以開聲喎 ，OK 喎，唔緊要嘅，你大聲講出嚟得噶啦，舉手可以大聲講出嚟嘅，有冇人聽到啊？叫人從佢個叫人出去他傳福音咧，出邊嗰啲人睇到你他傳福音嗰個人咧，係從佢身上見到耶穌。OK。是这个包含有他这个意思的，从他身上的耶稣。但是我现在想讲的是神的恩典，即是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性情、神的作为、神的恩典。那我们来说，我们是要给人看到神的作为，即是他这个信仰价值。是啊，我知道。是 我想给你知道我们发觉是什么呢，就是神要達到呢樣嘢，佢有啲咩性情，佢有啲咩計劃，有啲咩作為，有啲咩恩典，然後我先能夠做到呢樣嘢。即係任何經文去揾出、去思想出神裏面到底顯出佢有咩恩典。有啲經文就好清楚嘅，但係呢個經文咧係含義嘅啫。嗱，你諗一諗下，大家諗一諗。嗱，我想講一次就係咁，有啲經文好清楚嘅，神愛世人，我哋大家好清楚啦，係。甚至將佢獨生子，咁我哋可以諗到神點樣愛我哋啦，有個計劃差佢獨生子嚟啦，人類全球滿足，一切計劃完成，好多樣嘢喎。其實耶穌嚟係好多樣嘅計劃完成嘅，然後咧就成就啦。咁呢個就係有神嘅恩典，佢嘅性情係想祝福人嘅、救人嘅。咁然後咧嗱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即係我哋都曾經講過，第一就係佢嘅性情，佢有呢個性情愛人啦。跟住咧佢有呢、這個心態，即係你有性情在呢個心態。譬如有個佢好善良咯，佢你隔離嘅鄰居，佢唔一定要成日送嘢俾你喎，係咪？但係神有呢個心態俾嘢人嘅。咁人哋生咧就係恩典啊，即係佢係有白白嘅恩典，我哋不配嘅俾我哋，的而且確係有，即係佢有呢個心，然後佢有嘢俾你嘅，嗰啲就係恩典啦，有嘢俾你嘅。咁然後咧佢有計劃去做出嚟，跟住佢行動做出嚟。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每一個經文咧想發掘。咁譬如耶穌救恩，佢用咗好多樣嘢，或者耶穌救我哋，都係喺我哋生命中做咗好多樣嘢喎，揾咗好多個人。大家諗一諗，你得救有幾多個人幫我哋，所以你得救咧？大家可唔可以諗一諗翻？你得救嘅時候有幾多個人幫過你，時候你得救咧？咁呢個係神安排嗰個人走嚟揾你喎，或者我哋。在個成長的過程，我們都很多軟弱，很多抗拒，很多聽神話，神有幾多次拉回我們轉頭呢？即我想大家是多點用神的角度去想，明白神的作為。當你知道哇我們的神這麼好，我們就會很喜歡神，很深信神的恩典。我們每一個人，你想想我們平均一個禮拜有沒有起碼一次會有時向神頂嘴啊？即係有時話神啊，點解會咁嘅咧？神點解你唔係咁做嘢咧？點解你唔快啲幫我咧？點解你幫我嘢多啲咧？點解你幫我咁慢咧？有時我哋會有啲咁嘅説話，甚至我都會有啲咁嘅説話喎。不過喺我嚟講係好少好少，但係都有嘅。即係一個禮拜，大家會唔會起碼都有一次？有時神啊，點解會咁樣樣咧？即係有時都會有啲咁樣嘅言語出嚟。但係即係神咧，見住個個佢嘅兒女都會頂嘴啊！真係。個心會頂嘴，但係神有冇因為我哋頂嘴而佢咧就排斥我哋咧？神冇喎，佢繼續去，即係我頂嘴，但係佢繼續感動喎。頂感到佢又頂嘴，就都係感動，一路感動，讓佢一路改變，一路改變。我哋諗翻我哋幾多頂嘴，幾多唔聽話，幾多犯罪得罪神，但係神依然去祝福我哋，係咪？當你咁諗嘅時候，會覺得神好偉大。如果不是神這樣持續地找我們，是不是老早我們可能已經離開神？如果不是聖靈不斷地感動我們，或者有人幫我們，我們已經老早離開神。就是神是很大的作為，很大的恩典，即每一樣的作為，我們的得救，神怎樣耐性，怎樣感動我們，吸引我們，怎樣幫助我們，給我們智慧，給我們能力，給我們各樣的恩賜，樣樣都是有祂很詳盡祂的恩典和計劃的。
咁而有啲經文就唔係咁明顯，因為我哋開即係學習點樣由任何經文中去發掘神嘅恩典，讓我哋更加被神嘅愛激勵，心裏好感激神。呢、这個就係呢、这個查經法嘅喺度講到發掘的。好啦，咁我而家講一講，你大家希望大家明白啦。其實我哋用每一個詞去睇，我差你們去，我差遣你哋出去，呢度顯出神嘅咩性情？請出神的什麼性情呢？差遣權柄是可以是的，即是他有這個權柄可以差我們，除了權柄呢有這個看重我們是的，他看重我們，因為如果不看重的人，他們怎麼會差人出去呢？還有呢，他信得過我們，即是我們都會俾佢差出去嘅，都肯做佢嘅嘢嘅。佢信得過我哋，會被差出去，即係話佢做啲咩工作，點解我哋會被差出去咧？佢改變我哋。係啦，即係聖靈喺裏面改變咗我哋，所以我哋先被差出去喎。嗰陣時我有時都以前啊，即係我係咁更新嗰陣時，有時啲人去宣教嘅話，點解唔多啲喺香港都好需要啊？即係嗰陣時咁啊。咁啊！啲人又出錢喎，我話點解啲人咁有動力？即係我會問點解？我唔係話佢哋唔好，我係絕對覺得佢哋好嘅。但係我話點解嗰啲人會肯出錢出力走去咧？即係我唔係好明白。即係而家咧，神就俾我呢個動力啦，即係喺裏面就係佢差啲人，佢又會感動人，係咪啊？即係呢個包喺佢嘅性情裏面。即係原來咧，神係一路感動啲人，讓佢呢個心人神咧就會差佢，藉著神嘅話語啦，藉著聖經啦，仲有啲咩添咧？有啲咩睇到神嘅恩典咧？佢差我哋做咩咧？都係做神嘅工作啊嘛，所以睇到神嘅幫助。係啦，係啦，佢憐憫嗰啲人，所以就差我哋出去，要救佢哋啦。即係差你哋，當你諗咧，越諗就越多嘅。即係其實每一樣神嘅動作，當你諗嘅時候，我哋都會諗到神嘅愛。嗱，有啲人會問我哋，即係有時候有啲人講咧，點解神揀選中國人咧？揀選亞伯拉罕係希伯來人？為何不揀選中國人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神的揀選是有時不需要原因，不過呢我們在中國人比較就發覺中國人的而且確師傅傳給徒弟呢是不會傳曬功夫的，是不是？而且那種性情不是那麼想傳出去的，所以中國人的東西很多就是自己，即是自己 一家人都不傳曬給我兒子，不傳曬給我徒弟，咁何況俾外國就會即係呢種心咧，係中國人唔係咁強嘅。咁咧，但係咧，即係喺西方文化嚟講咧，佢哋就比較強嘅。咁啊，譬如保羅，佢喺其實猶太人有樣嘢就好嗰樣嘢，佢執著咧，佢就好執著嘅，即係好強烈嘅。佢有呢樣嘢，佢就初頭咧，佢就好執著於佢嘅信神嘅方法啦。咁佢就迫害基督徒啦。然後當佢信咗耶穌咧，佢又好執著要出去傳佢，即係當然呢個係神推動佢啦，佢有呢個動力。咁就即係神咧就會創造人咧有呢種嘅質素。即係神如果好似中國人咁咧，即係我哋咁諗啦，即係呢個反面嘅例子。神如果好似中國人咁樣咧，中國人咧就唔會咁樣出去幫人。但係咧，神咧個性質就唔同，神嘅性質咧係時時都祝福人嘅。咁即係話我哋由反面正面去睇出，其實仲有更多大概思想嘅。好，咁我哋就繼續落去。神差我出嚟，呢個睇到神嘅恩典啦。好啦，跟住咧就係首先係進入狼群喎。嗱，差人進入狼群又顯示出神嘅咩性情咧？複雜。神複雜定係邊個複雜啊？嗰個社會環境複雜。社會環境複雜，但係我哋而家講神。神嘅愛，神嘅愛，啲狼咁唔值得愛，佢都唔差嘅人。係啦，因為啲羊入隊咧，就將嗰啲狼變為羊啊，救佢哋啊嘛。即係佢明知呢班人係唔好人，但係神依然差人去救，咁呢個性情係好好喎。因為好多時人都會咁嘅，明知嗰啲人唔好人咧，就唔想理佢啦。譬如傳福音呢班人冇反應咧，呢班人唔好想理佢，但係神咧就係咁嘅神。依然係想救，所以咧就係話呢種係 stubborn love， 但係當個 stubborn 咧就唔係真係普通固執嗰種，其實堅持佢唔愛，佢唔回應，依然去愛佢嘅。
好啦，即係話人都係唔好嘅，都係罪惡嘅。咁而神咧係亦都包圍嘅，就佢能力啦，佢能夠將來變咗，將來變做羊嘅喎，係咪？而呢羊咧本來都係狼嚟嘅，但神咧就變咗做羊啦，就睇到咧神嗰種能力，同埋佢嘅愛嚟到感動嗰啲狼咧變咗做羊喎，係從心裏發出嘅喎。我哋大家諗下，如果我哋未今日未信耶穌，我哋會係一個咩人咧？似狼，係咪？我哋每個人不同嘅。有啲人話唔係啊，我都幾好人啦。但係咧，人嗰啲事咧點樣咧？即係好簡單。當一個人仍然係，即係譬如係人生苦嘅時候，梗係話：唉，點解奶奶咁蝦我咧？即係有啲人我唔係個個都係蝦，但係自己做咗奶奶咧，就會蝦啲辛苦嘅。即係人到嗰個地位咧，當佢做打工嗰時咧，佢就覺得好辛苦。佢如果我做老闆，我就唔會咁嘅。但係咧，到佢老闆嗰時咧，佢又變一樣嘅。即係人當佢有錢啊，有各樣嘢嘅時候咧，佢就會變嘅。亦都有句説話：飽暖思淫欲。好多人咧，佢當佢未結婚嗰時候，見到個異性咧，佢就覺得我真係好專心愛佢。點不知到結婚得耐咧，佢又開始又會諗第二個異性喎。就係、是、呢個人嘅罪性。即係人人其實我哋都有。當我哋知道我係罪性，我哋就會覺得其實我哋冇咁誇張嘅。但係神依然愛我哋喎，我睇到呢個神嘅堅持嘅愛啦，同埋神有呢個能力。我問係可以問。咁呢度即係睇到譬如狼變羊，就係睇到神嘅能力啦。咁調翻轉頭，我睇翻羊嘅喎，譬如有啲羊係被狼傷害嘅，佢之間好多基督徒喺伊斯蘭國裏邊，即係受好多苦，受到誒神嘅神。咁我點樣去理解翻神嘅愛同能力咧？即我唔係質疑，不過我真係想睇下可以點樣去睇。OK， 嗱呢個咧的而且確係令到好多人咧好覺得好困難嘅。其實呢一樣嘢咧喺初期教會已經發生咗。初期教會咧，佢哋抌落獅子坑，被佢鋸死啦，鬥獸啦。呢個初期教會時候咧係好發生好多。聖經都預言咧喺世界末日係會再發生，並且佢話咧。咁喺主後70年啦，同埋100多年嘅時候，猶太人都係被人迫害好緊要。即係呢個咧，耶穌所講咧就係佢話：我差你去咧，就唔係叫天下太平嘅，而係叫天下同刀嘅。因為世人認識耶穌，並且抗拒耶穌，抗拒真理，所以世人就會敵擋。所以呢個敵擋係會一路持續落去。咁喺伊斯蘭教嘅人都係面對，但係呢個力量的而且確係好大，同埋好困難，即係。其實我曾經在神學院嗰時上過一堂咧，就係講伊斯蘭教。我哋嘅教授講第一樣講，佢話伊斯蘭教真係魔鬼使用一個非常有效嘅工具，係非常有效控制好多人。意思即係傳福音去到伊斯蘭國家，佢都話好多宣教士去伊斯蘭國家，因為嗰個係傳統教會啦，係直情係。保守住裡面嘅信耶穌嘅人，就唔係傳福音俾嗰啲伊斯蘭教徒。嗰啲伊斯蘭教徒去信嘅時候咧，係會被殺害啦，被逼迫啦。即係呢個係當時嘅情況。但係我又睇到一樣好神奇嘅，就係神嗰種恩典啊，神嗰種能力嘅突破。咁我咧就啱去完埃及啦，就有個人同我講，其實我之前喺上網都見到嘅，有好多伊斯蘭教徒，佢哋去祈禱嘅時。神啊，到底你係邊個？到底我應該點樣敬拜你？佢哋就居然咧，佢哋睇到異象，發夢見到耶穌。我亦都親自攝錄過一個伊斯蘭教徒，唔係喺埃及嘅，喺香港嘅。佢話佢咧本來係信伊斯蘭教，但係佢係真係見到耶穌入去信耶穌。即係神咧係會用神的奇事，並且。當基督徒有聖靈嘅能力嘅時候咧，係會做幾個見證。咁咧真係去到伊斯蘭國家咧，係有呢種神蹟嘅能力咧，能夠衝破讓伊斯蘭教徒咧信耶穌。但係當中咧係會有冒險嘅，亦都係會有基督徒被殺嘅、被逼迫嘅。即係呢樣嘢係一個係將會發生嘅事，都而家發生緊嘅事。但係我哋睇到神做工，但係聖經都同時講一樣嘢，就係話咧為主受逼迫係有福嘅。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曾經收過 WhatsApp 咧，就講到嗰啲被
殺嗰啲基督徒咧，其實佢哋好堅強，好勇敢，即係話佢哋一得嘅賞賜係大嘅。但呢個世界上咧，就似乎咧，佢哋即係好似好難理解啊。事實上，回教徒去到好多地方，將嗰啲居民殺清曬，係好難理解嘅。即係點解會咁樣咧？咁呢？但呢樣嘢咧，到有一日我哋會上到天堂嘅時候，會完全明白過嚟啦。即係到底神會向嗰啲人做咗咩工作咧？但有一樣我哋知道咧，就係喺呢個逼迫嘅時候咧，反而基督徒更加有力量，同埋為要受逼迫嘅人更加有福。同埋到底神向過幾多伊斯蘭教徒去顯現感動佢哋咧，係我哋唔知道嘅。即係神係做緊工作，不過人嘅罪惡勢力好大。咁而到到最後咧，世界末期咧就有敵基督嘅出現。敵基督嘅出現咧係，即係如果你有睇啟示錄，你就知道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做買賣咧都要手上受印記或者額上受印記。而當佢手印記就名字不在心面冊上，即係所有名字不在心面冊上都受呢個印記。咁所以呢個咧係非常嚴重嘅一樣嘢，即係話如果你手印記咧係唔得救。咁所以我哋係要堅決去拒絕。而在當時是很多人殺死，並且他是講到他是得勝的，他在世上是得勝的，但最後耶穌回來用降臨的榮光將他殺死了。那我們就會說，神啊，即好像你用一個方法是好像很難，即你用一個榮耀這個方法，即我們看上來，哇，神的能力很大，結果呢全世界都復興，哇，很多人信耶穌，那呢就哇這個比較光明啲喎，但係點解咧？呢樣嘢即係話點解神會容許呢發生而咧？而且如果你讀啟示錄二十章嘅時候，係佢釋放撒旦，喺同埋喺第九章係講到釋放撒旦，啊，我記得係九章定十五章釋放撒旦出嚟嘅。咁咧就係即係話咧係撒旦喺無底坑釋放出嚟嘅，係神知道而咁做。咁咧即係話咧。呢一樣嘢可能一個工作咧，就係試驗啦，試驗嗰啲人嘅信心啦，或者亦都喺個困難嘅時候，基督徒嘅信心要有能力啦，即係讓我哋知道我哋係同魔鬼爭戰緊嘅。但係有一樣嘢我知道就係，到有一日我哋去到天堂嘅時候，我哋就會話神啊，我知道你做嘅全部都係最好最啱嘅。即係但喺人嚟講咧，就好難明白呢樣嘢。尤其當佢釋放撒旦嘅時候咧，喺無底坑就走咗好多飛嘅蝗蟲出嚟，即係我哋好難明白嘅。咁佢哋個王咧就叫亞巴頓，就係毀滅者，即係話就釋放撒旦出嚟。咁我唔知嗱，我回答嘅時候我帶埋好多嘢，即係話其實基督徒都係有受逼迫，但係神嘅恩典係一路同我哋，而逼迫嘅時候基督徒更加剛強，更加有力。初期教會同埋中國教會受逼迫嘅時候係更加強嘅，冇受逼迫嗰時咧，教會反而軟弱。咁呢個咧係其實好可以話奇怪嘅現象，但係呢個的確係一個事實。Okay， 好，嗱，我哋繼續睇落去喎，即係嗰啲人係好似狼咁，但係咧我哋變咗做羊，所以神有呢個能力將人變做羊，而神咧。個性情咧係叫人好似羊咁樣入去，即係你入去嘅時候，後面嗰度講咧就係純羊像鴿子嘅，靈巧像蛇。咁呢度喺人嚟講咧，嗱我哋講咗純羊像鴿子先啦。普通情況嚟講，當你進入一啲敵人嘅裏面咧，你冇可能純羊像鴿子嘅。因為你純良咧，你就實死，即係就會俾人傷害。但係點解基督徒可以純良而依然得勝咧？就因為神係掌管啊！所以呢一個經文嘅背後，神係掌管嘅。嗱，如果普通人嚟講，你一路都係純良嘅時候咧，係你可以失敗，可以係失曬你所有嘅嘢嘅。但係神會話你去。繼續去純良做鴿子啦，咁呢個即係話神係有信心，純良嘅人咧係會企得住嘅，係會有能力嘅。咁你都企得住咧，甚至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聽過一啲受逼迫嘅故事啊。我親眼見過一個啊受逼迫嘅時候嘅一個基督徒，佢咧就係俾人追啦，嗰啲
啲人嚟到佢嘅聚會嘅地方嗰度揾佢，佢見到佢嚟，佢就趴咗喺地下，即係上咗個上高嘅走廊度趴喺地下。跟住嗰個揾佢人走去前一望下望啲，唔見到佢嘅咧，但係佢幫佢喺佢前嘅，但係佢望到佢喎。跟住咧，佢嗰個追嘅人就走咗，呢個被追嘅人就走上樓上。呢個咧，你大家上恩慈牧師嗰度咧 ，YouTube 上恩慈牧師你會見到呢個人嘅，我係將佢視頻放喺度。咁咧就上去咧，佢就喺個牀嗰度喎。咁個人咧喺個牀咧係咁摷，係咁摷，咁照照嚟照去咧，明明喺牀嗰度照嚟照去睇唔到佢喎。嗱呢個咧就係喺即係神嗰種嘅保護啊，同埋咧神喺叫我哋喺呢個受逼迫嘅時候嗰種嘅平安喜樂。有好多人就喺受逼迫嘅時候咧，佢嘅平安影響咗嗰啲即係監禁佢哋嘅人同埋打佢哋嘅人。喺好多受逼迫嘅中國嘅基督徒咧。他們就在受逼迫的時候他們祝福那些逼迫他們的人，以致當中也都有士兵啊，有些獄卒啊，他們信耶穌的，因為他們的見證影響他們。這個就是神的能力，就是說第一就是神會保護，第二就是神會給我們能力以致做一個好的見證，所以他是完全得勝的。他叫我們做叫我們純良盡甲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有這個能力令我們得勝，而且他有這個愛用使用我們的純良。好啦，但係同時耶穌咧，亦都係有智慧又聰明喎，就叫我哋咧，唔係好似即係純良都可以有兩種噶嘛。純良可以係純得嚟好蠢，但係純得嚟咧係靈巧嘅。我哋知道幾時做，不過耶穌咧就驚我哋靈巧過頭，所以耶穌講嗰句説話嘅，佢話當你被捉嘅時候咧，你就唔好思考佢講乜嘢。個聖靈會指教你，即係呢個經文咧，配合埋一齊，就係神會親自教你。呢個就係神嘅智慧同埋神嘅指示我哋嘅能力，神會帶領我哋嘅能力。佢咧就會喺我哋當中咧，會感動我哋，以至咧我哋會知道講乜嘢。咁所以咧到嗰時啊，譬如有時我哋話呢個人咁奸惡，我都係要純良咧要避下佢啦咁。但可能神話唔係，佢好奸惡，你就用一個好純良嘅説話同佢講説話。曾經有一個咁樣嘅故事啊，呢個咧就應該就一個普通嘅故事，而家係基督徒嘅故事，就係講一個咧係恐怖分子啊之類咁樣，或者唔係恐怖分子喎，因為我唔記得清楚，就係可能係一啲人咧係總之捉咗班人，但係咧有一個細路女咧，佢就好簡單咁樣對呢一個捉佢嘅人咧表達一種關心或者愛，有一個細路女咧就一啲都唔驚佢。以至咧，呢個人咧被佢呢個細路嚟感動咗，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個咁樣嘅故事咧？就係有時人就係即係可以話好似好傻，但係咧佢有呢種嘅簡單好單純嘅心就祝福。咁而神咧就會有策略，嗱你向 A 君又咁做，你向 B 君又咁做，你向 C 君又咁做，神會知道幾時。但係我哋神都會俾我哋智慧嘅，喺某啲情況我哋會知道到，但係神咧係最終。即是说神有这个智慧能力，也都能够赐给基督徒有智慧去怎样 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原则呢都是不讲大话，不去犯神的律法。在这个情况怎样做法呢？这个真的 是需要神当时指示我们。但是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耶稣讲上很有权柄，这个说话都很有权柄。什么权柄呢？就是你在這些浪民中你都可以順行，這個就是權柄，即是你們不用怕的，你們可以放心的，因為在這些浪民中我會保護你，我會給你能力，你只要放心輕鬆順行，你都靈巧，我會給你能力，怎樣靈巧的。所以在這個經文讓我們看得到我們有神很放心，也都呢求神幫我們，我們跟同事相處的時候給人的感覺是靈巧多啊，因為純良多咧，靈巧得嚟可能冇純良咧，咁我哋就由此就只不過講應用啦。如果講到反面例子咧，就係基督徒好多時咧都會又唔純良又靈巧，即係咧又冇俾人一個純良嘅感覺，冇傳遞一種愛嘅感覺，
亦都咧係唔識得幾時講應該講嘅説話，幾時應該講乜嘢説話應該講嘅，就往往咧講啲錯嘅説話，呢、這個又唔明口又唔順。咁呢個就係反面例子，即係其實都好多人咁樣。但係當我哋成日有神嘅靈咧，就能夠有呢個智慧分辨啦。咁然後神就俾我哋有呢個心啦。咁我鼓勵大家係點樣咧？當你翻工有啲同事，你覺得佢好難相處，咁好多人咧就會想揾啲辦法咧整下佢。但係整下咧就唔係靈巧啦。靈巧係咩咧？係。唔好讓，即係喺某啲情況，唔好讓佢嘅詭計得逞，但係唔代表我哋整佢嘅方法。即係我哋需要避免某啲嘅嘢。點樣有智慧去回應佢？譬如話佢講啲説話，佢話你啊，佢真係慢啊咁。咁可能你又靈巧，你又順暢，可能有不同嘅説話，同不同嘅人可能會回應不同嘅。可能你話啊，我都想學你做得咁快，我會努力㗎啦。多謝你提醒我。咁你咁做嘅時候又順暢又靈巧，即刻令到佢唔覺得你係敵人，因為你令到佢覺得你係敵人咧，佢就會攻擊你嘅。咁所以我哋都諗下喺我哋做工嘅地方同埋家庭裏邊，我點樣能夠保持順暢，時時都係一個充滿愛嘅心，而咧係講説話柔和嘅，但係咧又靈巧。咁尤其咧最需要學習喺家人嗰度啦，即係點樣能夠講説話咧？佢明明講句嘢得你嘅，你聽完咧？你又好似當聽唔到，但你又聽到先係點樣處理？但你又當聽唔到，好似又唔會發一發唔會發嬲，又唔會猛震，又唔會怒吼，咁咧又好柔和咁去回答咗佢，就令到佢好唔耐，即係好點啊，無可奈何都唔知點搞你，因為激你又激你唔身，講啲嘢得你又冇反應，只係咧始終柔和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上計，唔係走為上場。即係靈巧喺神裏面嘅靈巧，呢樣嘢都係需要我哋去思考嘅。我哋相處嘅人如果難於相處，我點樣能夠去提升佢嘅生命，去感動佢，對佢有和，而又能夠係喺適當嘅時候講適當嘅説話。咁首先我哋學習喺基督徒中講適當嘅説話，講一次話令人舒服嘅、被愛嘅、被睇重嘅、被建立嘅。咁然後當我哋同一啲人相處嘅時候咧，難相處都能夠識得講一啲靈巧嘅説話。嗱，呢個一個簡單嘅信息，將呢個經文係咪咁樣睇嘅時候啊，睇多咗好多神嘅作為啊！哇，原來神咁勁喎！喺啲狼群中，神都有呢個計劃。所以當你活在狼群中，第一就唔好受傷出嚟；第二咧係得勝地不斷去祝福佢哋。但好多基督徒咧就唔係啦，受傷出嚟。個心裏面又好怨恨，又好唔開心，一路都得唔到化解嘅時候咧，咁就反而自己就即係不被提升啦，咁又唔靈巧啦，又變得唔順啦，因為心裏面好多怨恨啦。但係我哋唔受佢傷害，又仍然祝福人嘅時候咧，咁咧係最蒙福嘅。咁我就發覺全本聖經你咁睇咧，哇！真係好多嘢睇到，你真係去諗啊，即係慢慢思考神要做呢樣嘢，到底要做幾多樣嘢咧？咁你咁諗嘅時候。Yeah.